控面积最大的绝对是 NV 腾讯视频了。哇，这里是打得很紧凑啊，也是把北部的那个人拉过来。先拔厕所吗 ？DKG 这边抓到了一个进攻的弹命点，人数最多的火力车，一个提前的雷没有接到，但是另外一个还是被炸倒。是的，人数上还是有优势的。时间往下翻，但是自己也烧到了，他着火了，但是他还有火力，直系出枪打到了一个爆头，没有松，直接秒掉了对方。还剩下小智，小智能不能力挽狂澜？有机会吗？这个时候还可以营造一些机会去试探一下，但是 DKG 有人抓到了一个手枪的弹命点，对方的枪口没有指向他。布布想要穿，提前枪拉过来没有打中，但是没有关系，还能再打。二打一，最终在小智的纠缠之下，苏一路从另外一个方向给到压力，完成了一。